幾匹馬都集噶啦。好啦，已見到俏群差啦、富士之炮啦都入啦。咁啊，外檔嗰邊就大和正道啦、雙南朝代啦。其實外檔啲嗰啲大名富士原來入咗集添噶啦。好啦，轉下眼爭排十六檔嘅善影卓約嘅啫。今日嘅尾場賽事啦 ，S 1第六場賽事聖誕杯千米嘅草地賽。好啦，入曬集隨死步噶啦，準備。好啦，一呢步嘅時候咧出得幾齊嘅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大外檔嗰邊啦，布魯亞城出得最快嘅，咁然之後中間啦大樹矛盾都喺前面嚟嘅，內檔嗰邊咧仲有雙南朝代都幾快喎，咁然之後中間啊永不追悔啦，貼曬欄啦不同凡響啊，咁然之後有俏群差啦外檔埋，跟住就八舌鳥啊同埋雙南強盛啦，咁再後一陣嘅馬啦，先見到咧就大和正道嚟嘅，後啲堆位置外檔咧就花腔妙音啦，然之後內檔嗰邊就有藍寶旗啊，再跟住就富士之炮啦，咁同埋咧就愛的世界啦，熱門嘅大名富士尾三嘅啫，尾就是。善影卓約啊！咁暫時墊後咧就擋得比較後，係有新意嚟嘅。入彎嘅時候，前面咧雙南朝代咧咁啊，已經帶咗上去前邊噶啦。跟住佢入嚟嘅大樹矛盾啦，咁中間夾住咧就布魯亞城嘅四碟走咗出去咧，咁就呢個時候咧就呢只嘅白舌鳥啊。跟住喺內欄位置啊，不同凡響嚟嘅咁啊，中間跟住就永不追悔啦，掟出去外檔上就花腔妙音嗰啲馬啊。入嚟之後直路嘅時候，前面帶緊頭咧，仍然都係呢個雙南朝代嘅外檔啲馬谷上嚟啦，就布魯亞城發難先啊。但係出邊上緊嚟馬白舌鳥大外檔啊，望下嚟啦，呢個大名富士衝得好勁啊！最後百零米時候，前面大名富士出到頭一嗌過曬啦，內檔仲頂住雙南朝代，跟住上懷嚟咧，中間上就花腔妙音噶。個車第一名咧就大名富士，第二名咧就雙南朝代，第三名佢影相啊，睇下愛的世界啦，咁一話咧花腔妙音啦，好一條直路搞掂曬，你前面咁多快馬啱曬，大名富士，嗌我一氣啊！呢、這個莫亞使出呢招啊，好定啊，哇！呢六號好準啊，真係，一雙南朝代一路放得到噶。出面莫亞追上嚟過埋只雙南朝代三四名啊，出邊係十二號。愛的世界好似都仲頂到個第三啊！哎呀，嗰只五號躲得太厚啦，五號收局就怕躲得太厚啦，真係。界啦，睇完之後，瑞光苦笑啦，好可惜，原來有新意，起步唔夠積極喎，師傅。係啊，係啊，但係。冇辦法嘅，有時佢哋真係起步咧，啊、有時佢可能望都跟唔到，咁只馬始終佢未跑到天二啦。咁頭先都諗住就睇佢，因為佢中山始終有記錄，咁啊希望佢搏下，咁但係都爭啲。其實冇錯，不過佢入彎加埋個十碟咧，就變咗致命傷啊！真係，仲要掟出啲，真係去咗十碟。轉完彎仲要係單邊咁樣扯住，更加難發揮。係啊，好似即係唔係話好全力思維到啊，好似騎唔到咁。好啦，咁啊，尾場賽事聖誕杯咧有預計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咧就係十三號嘅大名富士。嘅導人派彩24.5啊，位置派彩14.5啊，跑第二名係六號嘅雙南朝代，位置派彩22.5，跑第三名係12號愛的世界，位置派彩38蚊，連位六搭13派156蚊，三重彩啊13號、6號、12號派1266蚊，單 T 啊6號、12、13派360蚊，位置 Q 六搭13派54.5，12搭13派87蚊，六搭12派118蚊。四連環啦，六號、12、13、14派570蚊。四重彩順序13號、6號、12號、14號派7687蚊。好啦，咁尾場賽事咧就暫定派彩都有啦嚇，不過咧就作實派彩似乎咧就都未要等多陣先嘅嚇。咁大家如果咧因為作實派彩未搞掂嘅時候咧，就上翻咧我哋咧就香港賽馬會嘅官方網頁啦，www.hkjc.com 啊，就可以睇翻咧作實嘅派彩噶啦嚇。